今天要开箱这个就是漂洋过海回来的淘宝订购的电脑椅子。这就是它所有的组装零件，那我们一个一个装起来吧。可惜，很可惜，它没有给说明书。应该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我要从淘宝订购回来吧？个人认为它会比较划算啊。这一张椅子我买的时候是双十二，差不多是在110块马币左右了。然后我是走海运的。它的价格是在运输费那边会比较贵一点，它是75块马币，但是算下来我也觉得蛮划算的，因为毕竟它的重量会比较重，44公斤啊，44kg。然后我也去了我这里家乡的3间家私店，看到来最便宜也是169块。但是它都是尼龙角哦，我这一个是钢的角，但是我觉得钢的角会比较耐。然后还有它的坐垫是乳胶的，然后家私店通常都是普通版本的，如果乳胶的话，差不多应该都是要200以上，所以我就选择淘宝买回来。然后缺点是可能要自己动手安装的，但是安装也不会讲很麻烦，也蛮简单一下。然后它的，特别是它的，它也可以躺
三个级别哦，这个是中等，然后还可以睡着，躺着跟下可以睡觉都可以。通常家私店呢，应该都是在这种价位的话，它都是应该只是普通可以挑上、挑下这些吧，是可以挑上、挑下，这个还可以调它的你躺的。躺的方式还可以更加像，然后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下一步开箱应该就是我的主机了，我的电脑啊需要它来剪片了，因为手机剪片的话画质会被压缩，所以要提升 video 的画质，让你们看得更加有品味品质，所以升级去入手一台电脑回来，所以谢谢大家准时收看啦。